这唉，这我还挺烦的。这一头叫外卖就经常送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小玩具，唉，烦得要死。What the fuck？这个东西居然还是居然是这种扭力小车吗？那这头叫外卖送这种乱七八糟的一堆这种小玩具，哎，这不根本跑不起来吗？好菜啊，不行。我居然还真的玩起来了，那能咋办呢？那能咋办呢？我又没辙，他要送的，总归就是送了吗？